你们要去哪儿了？我们想去洱海 S 湾溜达溜达。不许去，说好今天去大理古城的。嗯，哦，你信不信我有读心术？我给你表演一段魔术，如果我完美猜到你手中拿的数字，你就和我们一起洱海 S 湾。我倒要看看你耍什么花样。等等，我先需要吃下我的独家秘籍——奇龙妙脆甲。真香啊，一口一个浓郁酸脆，特别是这个魔力炭烧味，满嘴肉香，吃了真是如有魔力，套上指尖，好吃又好玩，对吧老大？那你猜猜这张牌上面是什么数字啊？哦，是六吧。这次呢？那这次呢？等等，最后一局这个数字呢？轻而易举，怎么一下子这么神啊？都说了因为我有独家秘籍，但是包装袋上也没有数字啊，这倒是挺好吃的、走玩去。